小心翼翼地走上台阶，站在从未见过的华丽舞台上，朦胧诱惑轻抚着他们羞涩的伤疤，麻木紧张在他们眼中流出，他们开始主动迎合，扭动的身躯就像那灵动的燕子，青色的苹果，多么诱人的肉体啊，多么美丽的画面，多么罪恶的灵魂。看吧，谢谢。